Let's get it. 我先选 breaking，因为基本上大招出来，基本上都是可以有很大的，不管是反应也好，声音也好啊，分数也有可能就看谁的技巧好了。哎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我是晨晨姚玄晨，这个感觉很似曾相识。是的，很让别人觉得哇 ，B boy 也可以跳 locking，OK， 加油。 对，去年拿到毛巾了吗？我拿到了，但是在差了一步，准备进行40的时候，你没有进去到。是，好，从哪里跌倒？就从哪里叫别人帮你扶起来。哦，开始了。因为像我去年是一次性，所以今年我准备，然后想说我也要一次性。 干嘛呢？别紧张，别冲动。刚刚有一点点的，对吧？小小小的失误。我好恨，好恨，好恨我自己！我怎么会在一个不应该失误的地方，然后把一切都搞砸了？Sorry，Sorry，Sorry。的确。 我对于 B boy 的要求都特别的严格，因为我有很多第一季的很多的画面，就是我想让 breaking 的人出彩。准备了，老师 music。对，你的招都很棒，很炸，但是如果你有搭上你的音乐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厉害。有很多的动作，你做这个那个身体也没有做得很美，所以就会因为紧张的关系就变得锁住了。 我觉得你们私下应该会跳得更厉害，只是因为在现在可能会有点紧张，所以力量的控制可能没有像私下来的这么好。不好意思，谢谢 ，sorry。太严格了，我弗洛格的自信在他面前荡然无存。我觉得不会吧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今天老师说所有的 breaking 选手都没有拿出最高的水准。 目前就是没有选到我觉得最好的 B boy， 那个是这种哇！好，金小根，他们开始，韩国的 B boy 吧，挺意外的。我之前知道这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，我听林梦说，最开始学街舞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看了他的视频，我就放弃当 B boy 了。 全世界没有 B boy 能够赢掉 他，Nobody。他有一个绰号叫世界妖王，以妖的话，世界上真的很少有人能够跟他相提并论。然后他现在在中国，他是中国女婿嘛，所以他肯定要来中国的话，肯定要来参加这种节目。你好，我是 B boy Physics 谢小根。你好，我跳舞23年，很开心参加这次世界舞，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跳舞，谢谢。
绝对性，这个绝对性。哇，他应该给了吧？帅，太帅。我觉得他泡沫特别厉害，我觉得他要能出来 battle 的话，基本所有街道的 B boy 应该没有一个能赢过他的。可以。我觉得易烊千玺的厉害的选手蛮多的，必须就是要好好去挣扎一下，怎么样去选择我要的人。嗯。那现在我想先看一下跳 hip hop 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，阿 K。阿 K 当然之前有关注，也是在另外一个节目嘛。那另外一个节目，他的呈现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凶猛。是一个台上很凶的人，台下也是很凶的人。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你一下，因为我在另外一个节目看过你，就是你在 battle 的时候很凶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不会对我凶吧？不会不会，我很随和的。你很随和，我超级随和。别，我知道，因为 battle 的那个态度要出来嘛，我知道。那你不要台上不要高，但在台上对，在舞台的时候你可以变成野兽，但是你不要私下对我说。不会，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我会怕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真的不会。哦，不会。老公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很凶，但是他其实很萌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不凶啊，有时候其实他蛮黏人的那种。你到底公主在哪里的？今天全场人都在喊小公主。迟点你知道了。那我们就准备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凶猛的那个表情，整个态度跟他私下刚刚看到他的第一眼完全不同。动作，真是这样的。我如果这个毛巾给你之后，你会去别人那边吗？不会。你确定？对。上一期你有看过我们的吗？看过一点。看过，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进去小房间去找你们聊天，这样。听说了。听说了哈。你不会到时候，你知道吧？我会努力。你会努力什么意思？我会努力选我，还是你会努力？不，我会努力帮助你打冠军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要努力一起打冠军，但你不能跑去吴建豪那边啊。不，他给你任何东西都不能给啊。不会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哈？要不然我不给你哦。